个这个男孩子的状况。对，他是一个22岁的，应该是大学生了哦。他就一打完以后就马上晕倒嘛，哦，晕倒他们马上叫救护车送到医院来。那我的初判断是阴生了，哦，因为病人来的生命迹象都是很稳定的哦，甚至他的那个血氧浓度还99%哦。啊，经过打了点滴以后，慢慢的病人醒过来。那详细问他的情形，他是讲说他昨天没有睡好，啊，今天早上又没有吃早餐，哦，就去打了。所以心情的紧张啦，还有饿肚子啦，这些都会造成很容易造成晕针的现象。是。要打疫苗，我想一定要第一个保持身心愉快，哦，不要紧张，哦，啊，吃饱饭，啊，睡好觉。哦，啊，打的时候就是心里放松嘛，啊，打完的话就是多喝水，哦，啊，还有就是打的地方你不要去按摩它，就压着就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